英国王室风云，溥仪菲利普亲王颜值高，溥四查尔斯与卡米拉的结婚照，菲利普亲王年轻时的颜值高的离谱，拉高了英国王室的颜值。他也算是活在女王阴影下的王的男人，死后比较刷存在感的一是他的秃头基因，二是他的毒蛇嘴炮。1992年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出席嘉德勋章授予仪式，他们在等待马车时撇头各自看不同方向，不禁心疼王妃。1997年8月31日英国王妃戴安娜在巴黎因车祸离世，英伦玫瑰香消郁者举世哗然。英国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自幼丧母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对两个儿子多了一份责任，父子三人会经常一起参加各种活动，如图所示，画面十分的温馨。2005年4月9日，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在英国伯克郡的温莎城堡结婚，可以看出，卡米拉的颜值与气度逊色于戴安娜王妃，然而她的幽默与善解人意，也让查尔斯倍感温馨矣，极轻松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